小鱼尾的感觉，一点点鱼尾，一点点，大家不用担心会显胖子。对，嗯，其实它弹性蛮好，因为它后是做那个后松紧的，后松紧的，你来拉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它是做后松紧，它的这个弹性我觉得非常好，也可纹上衣啊，或者宿舍的上衣也可以。嗯，然后它前面这边是有做两条立体的拉线，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它穿起来其实不会像有一些就是棉裙会太包臀，因为其实屁股的地方它不会太紧，它这边不会贴你的臀，它也不会说凸起来，因为它这边是有点顺下来，对，对，也是隐藏式的口袋。我来拉出来给大家，因为其实我们就算是套装，我们也是很，你看有没有长度很够，长度很刚好，就是而且它后面是可以这样子，它不是非常短版，所以你今天如果不想当他朋友，你也可以这样拉出来，它的空间我觉得也是够，蛮够的，对，这个袖子的地方其实也大了。嗯，而且我家袖子很可爱，对，有点小小通袖。对，我们给大家近看好了，这边像袖口的地方，对，有点小抓皱的感觉，而且中间就有点小爱心，好可爱，对，就有点造型的感觉，不会就是完全条纹，就很像睡衣的感觉。而且它其实是到就是膝盖以下才有，所以你大腿这边你不会觉得会蓬蓬，其实会露出脚踝，所以就是蛮显瘦的，对。